茄子不用油炸也能做得很好吃，不信你试试。不要钱的茄子去皮切成条，上锅蒸5分钟，碗中放一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一勺耗油，一勺陈醋，一小勺盐和淀粉，适量清水，搅拌均匀备用。肉末炒至变色，放葱蒜末、小米辣炒香，倒入蒸好的茄子，淋上酱汁，放点青椒圈翻炒1分钟即可。这样做的茄子好吃又下饭。